大山里面，今天跟老爸来山里面拉鱼了，我们去看能不能拉得到。来，我们都拿起这个给鱼，给拿鱼吃。看有没有鱼？看有没有鱼？重新拉一次了吧，我们再拉一次看能不能拉到。太深了这个水。深了。那里去点点没鱼。你看。没鱼。妈那怕拉你多一点。看有没有鱼。我那搞那里搞，老婆给他们看一下，哇，拉到一个了，哇，你们看，哇，看一下我能不能拉到大鱼，哇，这后面太厚了，啊，没有，再拉一次。我在这里发现那里有一坨熟的芭蕉，放大给你们看一下，已经熟了，我们下去采了吃。走，爸，啊，第一颗水芭蕉仔，走，你们看这芭蕉已经熟了，老爸已经把它砍下来了。我这个。这火烧成一个样，来了这需要吃钱了。这个也可以吃，被火烧过了。你看这些都被那些松鼠小鸟吃了。哥，老爸看切个这个芭蕉，拿个给老爸吃。已经熟了，这里哇，很香。那老爸吃一个，我也开吃一个。哎，哥，这香需要让你老婆尝一下。特别香啊，这是自动熟的。开吃一个。太香了，不过你怎么不会煮啊？不会煮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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